好多很久没有看到的面孔。是，必然要，因为我们节目呢，每个礼拜都有这么多人在收视啊。哇，要不然老是看到小钟啊，那不行，对不对？那不行。陈玉玲，陈玉玲啊，观众始终觉得我们在重播，这对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阵容，哇，已经来为之一亮。我们两边都有人要宣传专辑，先欢迎陈胜宇。你不是还宣传过了吗？是的，没错，这是来奶哥，来来奶哥，来来来，因为我的第二波的主打歌，它又刚好是一首可以跳舞的歌曲，所以我今天呢叫什么呢 ？Miracle Miracle， 哎呦，谢谢，很可爱啊。好，我们这边的第一位要宣传的，来自马来西亚歌手，来钟杰希。欢迎杰西，没有泪的天空。好，没有泪的天空是你的首张专辑吗？是第二张专辑了。主打歌就是没有泪的天空。对，这首歌是我写给我的癌症病人的。癌症病人啊，好感动，我把晒了，音乐疗愈，好好加油，好吧？啊，谢谢。哎，贝西小教室，今天见到什么？Black Sheep 是黑羊是的，黑羊是过要过小独木桥的那个，对不对？黑羊跟白羊吗？不是，黑色的羊 Black Sheep， 黑羊是什么意思呢？好难哦，英文好的黑色的羊，你不要 Black Sheep 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家族里面比较叛逆的小孩，家里面叛逆的小孩，对，答对没有？有一点接近哦，哎呦，好厉害哦，就是害群之马。怎么会马跟羊？就像说，就当一群羊，里面有一只黑羊，所以它是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害群之羊，对，害群之羊。你说对了，对不对？啊，真的，我真的说对了，就是一锅老鼠屎，一锅屎啊，一锅老鼠屎，有一个心脏，对，没有一锅老鼠屎都坏，对，人家本来要吃老鼠屎，就你放一个粥，谁敢吃啊？对呀，谁敢吃粥啊？对呀。该吃老鼠屎就要吃老鼠屎，这太重要了。一锅老鼠屎，干嘛有个稀饭？对，不应该，不应该，再来一颗粥。不要吃老鼠屎，好不好？先不要了。对，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西方国家他们认为白色的羊的毛比较珍贵。哦。对，然后如果你有一只黑羊混在一群白羊里面，那些白羊会害怕。啊，白羊会害怕，但他们会有点就是会被黑羊吓到，所以呢，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羊，后来就被引申成不合群的人，对，或者是害群之马。害群之马，为什么不是害群之羊？我们在里面会有吗？没有啊。今天我们要来找害群之马。怎么回答那么快？人家要跟你讲你，很怕有没有？可能不好说了，是一只黑马。现在马上我们奶奶的成功。今天鱼儿船儿他们排除了第一题的阵仗，第一题我们先得分，后面叫做转，戴耳机，加油，转，来请抽题，来了，什么？好呀，太简单了，这个题目，我爱你，这个题目吗？好开的现场耶，这个题目。啊，张文琪都会，为什么很少？我跟你讲，这个可以你形容一下，可以说是一个 singer boy 在台湾，然后一个 rap 的歌手。哇哦，对哦，你这样子大家听就知道，大爹嘛，对不对？哎，不是啦，还唱台语的啦。阿姨嘛唱台语，你一个就够。不要吵架嘛。这个这是题目吗？这个不一样，简单哦。因为他们这里面有一个蔡英文，我们要小不用担心。是陈英文。一二三 ，ABC， 第一题准备 ，Ready， Go。OK，two words. It's a food. American food. Pink meat can put into bread. Pink meat. Yeah. Pink color is pink, and it's also a Taiwanese rapper's name. Taiwanese rapper's name. Also Taiwanese rapper. 再。说明反而搞我了，漂亮 ！Oh my god！ 各位，好痛，没什么悲，没什么意外，悲剧发生了。龙哥，加油啊！陈英文。
分准备。Ready, go, two words, 两个字。It is American food. 一个美国食物。不能吵，其实。It is put on toast. 它放在吐司上面。Yeah. Just like what 什么 mint? 完了，奶哥要生气了，奶哥要生气了，两个字，差不多了啦，两个有接近，一二三，你们笑成这样子，接近 ，Go， two words， it's an American food， 美国的食物，哇 ，Yes， and put on toast， put on toast， put on toast， I know， 那很多啊 ，cheese 啊，奶 butter 啊，对不对？果酱啊 ，like some meat， 多讲一点 ，like some meat， 像一种肉。你知道是什么？不讲话，干什么东西？看前面。Ready， 计时，开了。OK，you know the it's a two word， 两个字。two word， it's American food， 一种美国食物。Yeah， you know the sandwich。Sandwich， 三明治。Yeah， sandwich， put some meal in inside。Some meal。Yeah， sandwich。火腿啊。Yeah， I think maybe。哎呦，奶哥还是厉害。对啊。好拉，完了，他们被拉惨了。但是我愿意相信奶哥。你愿意相信奶哥，那祝你们幸福啊！我不相信，我也相信。奶哥不一定是对的啦。容易，答案是。腿？为什么？哪来的线？配什么乐啊？阿健老师，哪来的线？不是啊，它是一种美国的食物啊。美国的食物 ，sandwich 里面包着一种肉啊。提示啊，那不是火腿是什么？香肠啊？两个有一些 key point 很重要，他没有讲到。lost 掉了。除了 American food 以外，还有别的，其实。美国食物很多。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Not only, but also, 不一定啊，不一定是 American food 啊，可能是 Chinese 功夫啊，对。差太远了，不要误导嘛，对不对？误导到美国是，根本不是中国功夫，对不对？ Chinese 功夫，你哦。答案是火腿啊！你真的喷。你有答案？不是啊，你有照他的吗？没有，我少后面少一个。Taiwanese rapper， rapper， 你饶舌歌手，饶舌。对不对 ？MC 什么？阿雅嘛，阿雅 ，MC 什么？所以是阿亮，对对对，阿亮。来，请揭晓答案。答案就是，瑞哥没答对。我要听你怎么讲。Two words is an American food. Pink color meat can put in red, a bread. Bread. Yeah, bread. 有没有听到 bread 啊？有没有 sandwich 啊？他改成 toast， 他是面包，他改成吐司，如果不能加吐司。好，接下来。这样吓死我！没有人把热狗夹在 sandwich 里面啊。And it's also a Taiwanese rapper's name. 没错，台湾老者其实也太多了。你讲那么多干嘛？台湾老者歌手太多了。不要讲猪肉，我到后面就。因为粉红色的那个，我怕就怕以为是火腿，我要就是确认。火腿跟那个那个热狗不一样。不要生气，高血压。我的确也讲成火腿了，对不对？对对啊，因为哪个就往那边去讲了嘛，当然讲火腿。而且我讲的时候，好了，第二题，我们检讨的差不多了，该是他们两个出来的时候吧。不行，我觉得我。那第二题，第一题听到吗？第一题我来找我，真的要疯了你们。这个组合，这组合就像我刚才跟他讲，这个组合太好了，简单啦，这组合无敌，叫做我尊，请戴耳机，到底。太干了啦！第二题，一二三 ，A B C， ready？ Two words， 两个字。Look like snake， 像蛇。对 ，but use you in your pants。在裤里。Use in your pants。Use in your pants。Sometimes your father will use it to hit you. Sometimes your father will. 想不到这么简单的题目，结局竟然是
Three words. It's a man, Hong Kong singer. His famous song is Man Doesn't Let Woman Cry.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苏苏苏。但是在经过传递之后，白痴，好可怕。冲冲冲！端午节送好礼喽！只要上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详情请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天才冲冲冲！没有，太难了啦！应该啊。这怎么会这种题目啊？为什么不是哈豆？就是哦，哎，有时候这很难形容哎。其实你，啊，等一下，我想到了。不是，我说刚刚那一题，我就要讲 American sausage 就好了。那我请问一下，十五秒你只花了三秒，剩下的休息大嗯嗯，哎，打退脚底。已经过去了。干嘛来了？应该选跟颜色不对的。哎，我因为突然听惊醒，我们准备要出发了，要出发了。你这边说梦话，你不听话。来，准备了。第二题，一二三 ，A B C，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Look like snake， 像蛇。对 ，but use you in your pants， 在裤里面。Use in your pants， use in your pants。Sometimes your father will use it to hit you。哦。Your father hit you。他听得非常清楚哦。嗯，是啊。嗯。Yes, sir. ABC, ready. Go. 两个字。Two words. 嗯。嗯。Use it as a snake. 啊？什么 ？What? What? What? Two words. Using a pen. Using a pen. And? Sometimes your father use it to defend you, to beat you. Defeat me. Yes. Bing， 或许你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来了，厉害的啦！来，工作队来，最强的，最强的，好，来，都有的啦。哇 ，Ready？ 这个你会做，会来嘞，一二三 ，A B C， Go， Go。How many words？ Sorry， two words。Two words， yeah。Yeah， using your pen。Your pen， my pen。Yeah， and your father beat you。My father beat me。Beat you. They beat me. Yeah, two words. Two words. My father beat me. Yeah, using your pen. Your pen. I'm his pen. Pen. 我快忘了，快点，快点，他要生气了。急什么啦？不是。Lesson one. This is a pen. Not is a pencil. You know? I know. I'm his pen. What is a pencil?Pencil. My name is Pen. I know. Oh, this is Pen. Yeah. Lesson one. Lesson two. You die. Lesson two. You die. You go die. Oh my God. Yes, sir. ABC. 最后一半 Ready. Go. To work. It's a pen. It's a pen. Yeah, pen. Yeah. Your father. Beat you. Beat 我爸爸打我，用那个笔。哎呀 ，almost。Your father beat you. It's a pen. 我听到的就这样子啊。跟我差不多。笔可以打嘞。哎，我们乐观其成干什么？乐观其成呢？开心开心。毛笔 ，it's a pen， it's a pen， 差不多可以开始干扰了。Two words， 差不多。Two words， it's a pen。我要出来了，不用干扰，奶哥你回不去了，奶哥回不去了，奶哥不去了，奶哥就是你方向是对，什么方向是对的？方向是对，但你回不去。这东西有些人是吃固体，有些人是吃液体。吃固体，吃液体。有人吃固体，有人吃液体。对，不是干扰。你结婚以后怎么你变成那么样嗨？不是，哪个刚才小妹，有时候大家一直喝饮料，或者吃冰沙，或者喝饮料这样。对啊，对对。就看你兴趣吧。然后一块也是一种功夫。承受的
好，我觉得不要再干扰了，因为本来就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太远了，回不去了，有点远啊。他们告诉我是不是离题有点远，离题很远了，有一点远。我给你一个提示啦，啊 ，snake 蛇，snake，很明显呢，讲到蛇了，这可以吧？有人有，我们都已经把它斗在一起嘛，因为他们都在讲蛇，什么意思？把它斗在一起，比跟蛇是什么意思？蛇比，不好讲，因为又给他骗说，不能啊，是蛇是真的，我是真的讲，真的讲，我没有乱讲，比跟蛇有关，蛇，他知道了，出来了，哪个出来了？因为哦 ，My father。 鼻鼻，是吧？对不对？拿出来了，我知道了。皮鞭啊，爸爸会用这种东西啊？哎，你看，这已经是太多了。对啊，你太明显。整条，我这样讲，我就知道不对了。你演的很烂。真的，皮鞭。皮鞭，是鞭类吗？现场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皮，不要离开笔。 毛笔，搞不好有类，有没有类似的？反正毛笔，反正变毛笔了，错了，那没办法啊，喷。是什么啊？它是using a pen，using pen，pen，pen，裤子，裤子，p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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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答对。啊、有他有讲，他有讲，要讲对的。Using the pen, pen, 对对对对 pen。这一三题，你们一定要加油，很急哦，好不好？来，好，你很贱，来，第二请换位。不会啦，等下哪个想要怎么送我们的啦？我们今天热狗都打错了，我们需要你再快气死了！我在哪里都没有，哪个啦？不行吧，哪个要猜啦？哪个第一棒第一棒？可以啦，算给你猜啦。就这样，加油哦！好哦，来，向左转，二选一。你好简单哦，好，你们讲题都很简单哦，你们题目太简单了。哪个很细？因为他讲到 pen， 我就想说往笔那边想啊。哦，歌手啊，一个名字是不是？太简单了啦！So nice。他为什么会简单？很简单。我用他不熟，我对歌手都不熟啊。还有什么歌？男人不让流泪。对啊，就够了，光这个就够了。哎，那讲到专辑名，他专辑名有个专辑名叫 So Nice。这个黄金阵容已经对的啦。这个 OK。一二三 ，ABC， 第三题 ，Ready， Go。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very famous Hong Kong singer name。Male or female? Man. He's very famous in the song. It's a man. Don't let woman kiss. Oh, I know. Got it. 不要高兴太早。要全讲哦。你不要把自己搞砸了。还有讲家里哦。他还有别首歌。Got it. 来了。准备。一二三 ，ABC， ready， go. Three words. It's a man.Hong Kong singer, Hong Kong singer, 香港的歌手。Yeah, his famous song is "Man doesn't let woman cry."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苏伟，苏伟，苏伟。很贱呢，太有默契了，刚好我们都会唱啊。对啊，来十秒准备，计时。什么 ？Clap。Three words， 三个字。Hong Kong， Hong Kong singer， 香港的一首歌。His famous song is "Man doesn't make woman cry." Man doesn't make woman cry。
Woman。Woman Cry。Man of the Man。再答错就神奇咯。如果这边再没有对的话，哪个一定要带着全队去边拜拜啊，这样子祈福。没有没有，他差一点点的。有啦有啦，他已经错差一点点。没有没有啦，刚刚可以的，刚刚就是对，可以的，刚刚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这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吃过啊，对不对？你不要乱讲，差多包嘞。对，数得对，计时。Three words. Three words. It's very, very famous in Hong Kong. 在有香港很有名。Yes, it's a song. 一首歌。Yes, man doesn't man make a woman cry. Man doesn't man make a woman cry.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I don't know, maybe. 那不是三个。三个字，三十秒准备计时，请思考。三个字，然后很难得录到一集是完全不用干扰，不用干扰，不用干扰的，他们不用干扰，队友就会干扰。真的想不到，一首歌在香港很有名，三个字，香港三个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对啊，而且还是歌，讲快一点，试着把它讲成三个。歌名已经出来了。这是什么逻辑啊？再猜，再猜。所以是歌吗？我一个提示是歌吗？不能讲，不能讲。我能讲的话，就对不对？我知道香港有一首歌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二三个字，三座天空。最有名的歌三个字，红鞋女孩啊，不是，不好笑。我大概知道是他要表达是什么了啦。哦。三个字，三个字，对，但三个字，来来来来来 ，view 是苏伟，苏伟，苏伟在哪里？一样。但 view 是对的吗？哎，你知道方向了，他说。来，答案准备，就告诉全球华人。哦，我刘志翰，答案是。好可怕。不了解。听好，你刚刚讲的不了情，又改了，不去九龙了。这三个字是不对的，好不好？我们做这样，哎呦，你刚刚的答案是不对的，大气。稍微，最后五秒，再猜另外一个。5、4、3，换一首，2、1，换一个。答案是，这是歌名嘛，对不对？也不一定啊，你干嘛一直猜歌名呢？不一定啊，我们刚才也讲说这东西不容易吃得到啊。地名也有可能啊，有些人是户籍，有些人是。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我知道，他不是要猜歌，对不对？是要猜人名啊。对，也可能是人名啊，对不对？有可能是地名啊。苏永康，那就苏永康嘛，好不好？好不好 ？OK， 可以的吗？我没有方向就。五秒倒数。快点倒数。5、4、3、2、1，我刘志翰的答案是不了情。苏永康，哎，为什么？苏永康了，对，是苏永康了的，对。不了情，为什么变这个？太好笑了。Pass。可是他讲的一首歌，你都没有讲 man is the name singer name， 没有，他只要讲你讲到 singer， 他流泪就好了。一首歌我就知道他大概讲什么，可是我想到歌。刚才在你把这三个字不了情讲出来，应该是全部除了摄影师之外，应该全部倒才好笑，对啊，全部倒才好笑，对不对？为什么会有不了？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三个字就是苏永康了啊！不是要做效果拖久一点吗？哦，你说做效果，真的假的？哇，他演得太好了，演员们，那你厉害，苏伟，苏伟，谁呀？他们只有答对，我们两题就好，好，两边攻守交换。我今天澎湃热，真的，太热，那个脑筋真的冷静，很气啊，你根本没有跟我们跳舞，麻烦加100块冷静好不好？谢谢。有啊，马上跳。
因为我有这些队员啊，有点闷。我觉得你不是要开冷气的问题，你要去吃点降血压的药。我们要给你有点压力。不是啊，先给他一颗血压的药。来这边，向左转。好，戴耳机。啊，加油！林世杰好像英文不错的样子。在在的样子。不好啊，太久没用。真的吗？来，揪一个。揪一个，这个就好。拜托简单一点，拜托简单。哎呦，那么简单啊！这是什么？什么？啊？这是什么？哇塞，这照照后面应该不是这个东西。这不知道，不难呐，这不难呐，这有什么难的？这 OK， 对不对？来喽，准备。来喽，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 ，A B C。can put on rice。可以放在 rice 对，it has a black and white。黑或红，黑或白。Yeah, can put on rice。放在你。Yeah, it has a food. Can put on rice. It has a black and white。哦。啊，陈胜宇，来哦！好激动，我前面接到那全军覆没。可以的。哪个把话讲不清楚？不要讲话，来准备。好。你们听到大家都很兴奋，有没有？你有看到吗？有。有感受到吗？一二三 ，A B C， 四。快，你再讲，照讲。The word。两个字。It can put on the rice。可以放在饭上面。要还 ，is black or white。是黑色或白色。要要。来，走！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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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王思佳讲完就开始在欢呼了。准备，一个快递十五秒。这样成哥可以的。Two words. It can put on rice. Put on rice. And the color is black or white. Black or white. Yeah. Put on rice. Nice. 对 ，Put on rice. 变不出什么花样，不需要想复杂。一二三，开始，十五秒计时。Two words， 两个字。It's food. You can eat， 可以吃的食物。You can put on rice， 在饭上面。You can put on rice。哎，这个很会耶。Black and white， black 黑的有白的。Black， 要要要。I think so。可以把前面这样子。前面少讲不够，他全部加回去。好厉害！我就听他讲，没想到，两个没讲。三十秒计时，开始。一种可以吃的食物，放在饭上面，放在白饭上面，它有黑的，也有白的。对。啊，我猜，因为陈哥这样讲，我想说，应该就白芝麻跟黑芝麻会撒在白饭上面。当然，对对对，这是我们听过一下最简单的，对啊，最简单的，我觉得谁都听不懂。所以每队都有很简单的，你们是那广东芝麻。今天的题目应该都是往这方向走。好 ，OK。所以答案是。就他形容的，只能猜芝麻。对啊，还是肉粽，或肉粽没有黑的白的啊？没有没有。对，有黑肉燥，肉燥没有黑的，黑毛猪白毛猪。哎呀，他会了。没有啊，他做出来是同颜色，只有。哎，你们都不会干扰。不会啊。不会。他有两个东西没有讲到，有两个重点没讲到，所以他常讲了一个，就是讲了这个后面会加开门，对不对？因为芝麻开门。规矩意思是这样，我跟你保证，从头到尾没有人讲开门。对，没有人讲开门，没有人讲开门。答案是就芝麻，他形容 pass。我想说后面还有几种啊，有没有？但不需要多说。Open door。简单是不需要多说，因为你乱加一点。American sausage。棒子我们拍啊，棒子给我们拍啊，没有这样的啦，不是很 OK 啊， OK， 没有，因为我觉得思佳讲真的很简单，思佳讲的很简单，可以啦，好，李志杰猜了，换位置，我讲，李志杰猜了，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多想了。
你猜好了，我猜吗？张文琪。哎，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要？张文琪讲，这样就好了。张文琪，张文琪先下来吧，张文琪先下来。台柱哎，我先讲。来，这边向左转，好，戴耳机。Oh please， 来抽五手了。哎，怎么了？这个。好，来，好，上膜，上膜。哇塞，好深呀，喂。好了，好了 ，OK， 来了，准备了。来，他会了。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计时。Three words， 三个字。一个 name， 一个名字。He's a Hong Kong singer， 男的，然后是一个香港歌手。Yeah， and his famous song， 他最有名的歌。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That's it， 很高兴认识你。干什么？这版对哦。没有啊，我什么？认识你。你讲，如果他这句话是对的，你不能有任何的表示。就是吗？很高兴认识，就是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呀、yeah. ！我想要。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怎么样？哪个你说？因为最后会叫狄志杰，我要怎么表现我都无所谓。他如果知道这一首歌，棒会我跟你讲，你要讲我都可能不见得知道。我们根本都不用干扰。来，好吗？来，准备，你传 A B C， 十五秒计时。Hong Kong singer， 几个字 ？Three words， 三个字。香港的歌手。Famous song， 很有名的歌叫做。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You know？ Nice to meet you。春耀威，他这个是你真好。情哦。来，在干什么？还有三秒，两秒。不用，不用。三秒放弃。你我说他讲到的，你不能有表情。我没有表情，我说 you know， you know， 我这样讲。我说你有表情，因为它里面真的有表情。奶哥变得好严格哦。奶哥，我有严肃，我不会有表情。你好抱歉。你这样跟他讲就好了。不行啊！没有，我也不做表情。计时开始。Three words。三个字。Hong Kong。香港。Very very popular and man。很有名的男生。Man singer。唱歌的。And the song。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见到你。我没表情啊，我没表情，我没表情，我都没表情。对啊，是不是？你不能让人家没表情啊！回来，都站好，都站好，回来。非常标准的，对。不是，我觉得你讲到那个什么歌，他对不对？他不能，他不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那以后我就一直猜他，就好了。没办法，快点。什么东西啊？我节目你还指挥我？我不要录了，让你录就好了。哇塞，那也有一个主持人就好了。我不要有表情，我不要。你表情丰富一点，拜托。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开始。给我。三个字。Hong Kong singer man。香港歌手，很有名的歌手。The song is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how do you do? Oh yeah. 站好，站好，站好，面向。拜托，现在各位，我们都不要干扰。好。任何一个字都不要干扰他。让他好好想，他想到对，我们再判定说对，好不好？好，苏永康第一棒还要多哎。哦，哎不，苏永康讲过，不，你先出再次。苏永康，哎不，对不起，我重新回答，陈奕迅。你告诉我对不住，我没有作弊啊。你有没有眼用余光看别人的表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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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唱？我刚没有干扰你们，真的没有。哪一首歌？哪一首歌？你唱一下。哪一首歌？陈奕迅哪一首？哪一首歌？老师，记得那年和你做了朋友。哪一首？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也为别人。可是又不是猜歌。那不就陈奕迅吗？对啊。名字猜对就对了。答案是陈奕迅。喷！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在做
效果。不是，没有没有，你不能怪他，都不知道是谁。他很小，年纪小，他不知道啊。Nice to meet you 是谁？那你把这首歌继续弹。年纪太小了，你怎么剪那么早？放屁了！你谁徐若？你年纪太小了。认识你怎么？哦，认识你，你知不知道？任贤齐呀？炫耀？为什么是任贤齐？为什么是陈奕迅呢？张文婷说道歉。Nice to meet you。陈腾哥，你刚刚刚讲完之后，他回头给我一个 smile， 他这样子。然后说，龙哥生气了。陈奕迅吗？他先讲陈奕迅前面。来，黄先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谢谢。张文静，张文静，去外面，去外面。他居然会说那些。我们去哪？在在在。OK 啊，耀威，耀威，龙哥讲，龙哥讲啦。我讲就挂了，我讲。啊，不然你要我讲吗？你讲会比较好。啊，这样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来，向左转。最强组合。厉害厉害。这样很强哎。难讲哦。这样很强。讲孙耀威都挂了。会送分题，怎么会没有猜对哦？来喽，准备了，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wrong sentence. Oh my god. It's a wrong sentence. No, no,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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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ong. W R O N G wrong. Okay. It's mean. I get married. I get a boy. Yes. Wrong. Yes.触感诊疗室，想不到一个拳击手套也可以玩这么开心。哦，啊，好恶心！哈哈哈哈哈！你在那开心什么啦？再给你感觉一次，好不好？不要用声音了哈。来哟，各位，等一下，给我温柔一点，拜托。张文琪坎坷的命运，下段精彩登场喽！天才冲冲冲，端午节送好礼喽！只要上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详情请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冲冲冲！怎么会送分题？怎么会没有猜对哦？奇怪。哎，我不知道这个。啊，日本。日本。遥远。遥远哦。来喽，准备了。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wrong sentence. Oh my god， It's a wrong sentence. No, no,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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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ong. W R O N G wrong. Okay， 好。It's mean. I get married. I get a boy. Yes. Yes. Not true. Yes. Not true. 叫你的名字，再再一遍，再一遍，好难呢，这个真的很难呢，再一次，再一次吧，不要开心，不要开心。我们要以德报怨，人家这么恨我们，这么嘲笑我们，对，我们要很诚心的，要来帮助他们。好，你可以感受到，给你讲十分钟，好不好？很难啊，十五秒。Two words. Actually, I am single. But everybody say I get married and have kids. Okay, I have children. Not true. It's not true. 是真的。But everybody say. Everybody say. 大家都说你结婚生小孩，但是不是真的。It's not true. Two words. Okay. 尽力了。哦哦哦哦。来哦，二三，第一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Everybody say I'm married. 你结婚了。Yeah, not true. Not true. Everybody say I'm married, but not true. Not true 什么？ Not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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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真的。Yeah.啊，这成语太难，太难了，好难，少太多了。这成语太难了。来喽，有传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I'm married, but I lie. 你结婚了，然后你说谎。Yeah。就这样吗？出轨？那说。就这样吗？没有了吗 ？You don't know。再来一点吧。我另外一个张文琪耶，哎，干什么？赵磊有讲。我另外一个张文琪耶，转身就忘哎，完了，而且还在教。
他还教，他还不能忘来教。来，准备。我的天哪！来，你看什么？看谁？来，你传了这些十五秒。他在看他对面。Two words， 两个字。If I'm married， 如果你结婚了。But I'm lying， 你说谎。Yes， 没有结婚。I'm married， 啊，你已经结婚了，但你说谎。Yes， 偷吃偷情。What is that？是玛丽偷情啊！我想这个题目是为你设兵呢。OK， 因为你很会猜。我觉得他们一定漏掉了一大段东西。漏一大段了。然后应该有招金，就是有。其实招金，而且我觉得他其实第一次讲比较好，真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那形容一件事情完全跑掉。对，然后本来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没有没有，那边都是干扰，所以不能听。那我告诉你答案，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但他在说谎，他在说谎，错的，就这样子。反方向思考，你的方向不对，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说，不行，方向不太对。刚刚是完全讲好，两个字，太少。好，一个结婚的男人在说谎，然后讲的超好的，每天早上都跟他做的事情，但会，等等，所以这个男人在说谎，代表什么？为什么他要说谎？为什么？他怎么可以说谎？说谎 ？Why？ 说谎？为什么要骗我？他明明就有少讲东西。为什么要骗我？他为什么要说谎？我觉得跟说谎应该没有关系，说谎应该跑掉了。不是，不是他们的。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应该是讲说，没有没有，他应该是跑掉，他应该不是说谎，他应该不是说谎，他应该是中间传达错意思了。Yes， 应该是他。结了婚，或是他要结婚，大家觉得他还没有结婚。我不管，他就是骗我了。我为什么要骗？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已经不是偷吃，也不是那一类。你相信我？还有小孩啊，外遇。Oh my god！ 要对我给他太多了吗？哎，安静，先安静，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了。我想猜外遇。你想猜什么都不会对，我只想跟你讲。为什么？啊，你确定？先喷。Yes。哎，到底是什么？这一题啊，这一题不要算，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这什么骗婚吗？这里不难，你先别揭晓。那Two words. Actually, I'm single, but everybody say I get married, I have kids, I have children, but it's not true. Two words. Everybody say, everybody say each other. 留言。Something like that. 不，这题你要讲难，是比较难，没有错。可是他们乱传呐，问题是。我们他会对。刚那个 rumor 还是刚刚的 rumor。来，向左转。谣言。向左转。相信就好了。最后一个，来，向左转带回去。哎，那个，就说都乱讲，没有，就说都乱讲。戴耳机，戴耳机，戴耳机啊！回头就忘一半，来了，好笨，哇！这是那个胶原蛋白啊。回来耶！更难。我们还是回到上一题好了。还是就这边做，对，我觉得蛮简单的，这也不简单啊。然后好表达，因为这个是王思佳，好表达。难看而已啊，算了，哎，我们看完答案呢，就决定算了。那让他们继续戴耳机，我们就休息，好不好？休息。好，我们现在一比一平手，休息啊。现在跟进来的天台，冲冲冲！不理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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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他们。好惨哦！来，这棍子好惨哦！时间够了，没那题有点难。时间够了，大家都傻了，是吧？不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跟我讲？什么意思？下走啊！没有，比赛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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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